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新的一季，给我们新的一天，每一天你都给我们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啊！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天，新的主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特别的来祝福在线上啊，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我们交在你的手中，求主特别的引领我们。我们今天啊，要特别分享的就是你存在的啊无可推诿的事实，求主特别的引领，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愿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啊，让这十二课都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啊！你使用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的，我们今天就开始，这个真理探索的第一课，就是神存在的这个明证。我们这个从国内出来的这些朋友们，这个无神论的背景，已经很深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因为神看不到，所以呢，我们需要用理性上面，我们来思想这个神存在的一个真实性。如果说我存在，就是我这个人，我是这个伟川师母高伟川这个人，如果我要证明我的存在，这个是很这个叫做无稽之谈嘛，就是我坐在这儿就已经证明我存在了，不需要再去分析啊理性，因为神我们看不到，所以呢我们要思想，但是他的存在其实也不需要我们证明的啊。我们以下分析的这个理性上面的一些思考呢，是帮助我们了解，但是神的存在其实不需要我们人来去证明啊。这个我们的无神论呢，这三个字其实就证明了神的存在。如果没有神呢，没有无神论，这个神的概念根本就不需要讨论，因为它不存在。所以我们往下面讲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思路哈，慢慢思想那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信主的，但是我们要学习呢，怎么样把神的存在跟无神论的朋友呢能够分享的清楚，我们也是一种的学习哈。我们就把下面我们分享的这些 PPT 哈，我们看着这个图片呢，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这一幅图片哈，这个亚当跟这个神之间的这个一双手呢，是我们很有名的一幅画，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我们生存在一个国家呢，一个文化里面呢，就是无神论我们从这个各个方面的理论其实我们要证明神存在呢不是一个很难的课题，但是对许多用理性来分析的人呢，理性主义者呢，那是很难的一个课题。完全用理性来推理的时候有很多的疑问。那我们今天呢要讲这个神存在，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看见宇宙，看见这个许许多多宗教的存在。今天其实宗教的一个存在啊，就证明这个神的存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见教堂有十字架，看见很多的宗教有很多不同的一个符号，但是神存在呢这样的一个客观事实，我们怎么样来思想呢？这个是许多人呢我们的理性思维想不懂的所以我们的真理探索呢要从这里开始，就是神存在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从我们的思想上面，我们应该从哪一些方面能够确信它的存在？如果这个问题神的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很模糊的时候呢，我们往下讲的时候就是没有根，没有，就像这个盖房子没有地基一样，我们往上面盖讲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都不了解这位神存在的一个事实，我们就不能够往下讲。所以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来思想它存在的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我们看为什么我们说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呢？那我们从这个圣经的写作的过程
我们也可以了解这个圣经是怎么样写成的。其实圣经怎么样写成的呢？就证明神的存在。那我们一步一步来思想，那圣经是怎么样形成的哈？我们这个圣经呢，从头至尾啊，就是一开始是旧约，旧约里面有摩西五经，有许多的书卷，有先知书，这个有圣经的旧约和新约，给我们都看见呢，这个从头至尾啊，有这么多的人，横跨了1500年的历史，从这个旧约到新约，这个中间的作者呢，差不多这个经历考证呢，差不多有40到50个人这个作者来写。那他们呢，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一个文化背景里面来写这本书。那其实他们在写他们这个经历的时候呢，他们不知道要放在圣经里面。所以这个圣经怎么样形成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客观的来想。那这个横跨了1500年的历史，40到50个作者，从头至尾啊，没有一个人能够活1500年。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没有人能够活1500年。那么前面写了这个他的经历，然后就放在那边。那么后人呢，把他最后编辑成书，从旧约编辑了之后，那给新约的人看。那新约，然后又像保罗一样呢，又写了很多的书信啊。那么就记录在这个圣经里面，最后呢，编辑成一本书。我们叫做呢圣经。很奇妙的发现一个事实呢，就是从头至尾呢，就像一个人所写的。那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国家，可是他们写一个主题，前面是这个预言，后面呢是应验。没有一个人活这么久，就是我们如果第二天发生什么事情，让我们来预言。或者不用说第二天，我们就是一会儿发生什么，一会儿有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的。所以人没有办法预知未来，因为我们的眼光就是这么短，我们很短视我们根本就不能够预测到未来1分钟之后、2分钟之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清楚。但这本书非常奇妙的就是呢，它就是非常非常让我们震惊的，就是从头至尾，横跨1500年的历史，40到50个作者，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面，他们有打鱼的，有知识的，有没有知识的，有君王，各种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生活的环境。那结果呢？就这个66卷书里面呢，这个40多位作者横跨了1500年来写成，首尾呼应，那么就像是一位作者写的。那这个事实给我们要思想的哈，为什么就像一位作者写的呢？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做桌子的一个例子哈，就是让不同的人如果做一张桌子，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都很体会这样的一个原理。我们来发挥我们的这个想象力哈，开动脑筋。如果让4个人坐一个桌子，这4个人之间呢，他们互不认识、互不交流，那么然后呢，就告诉他们要坐一个桌子，那让他们呢，有人坐腿，有人坐面，这个长、宽、高、尺寸，完全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就凭自己的想象，我们就可以知道。完全不能够让这4个人统一了做成一个桌子。所以用做桌子这个例子呢，让我们思想，就是如果要让4个人分工，让他们能够有一个配搭配合，那一定要告诉他们呢，长是多少，宽是多少，高是多少，这个尺寸呢一定要告诉他们。那谁来告诉他们呢？就是要有一个设计桌子的人。和背后这个整个掌控做桌子的这样的一个人，必须有他来告诉某某人做什么，某某人做什么，然后之后，他们就按照这个尺寸来做。那么4个人把他们所做的那一个部分，
来合成一个桌子。那么这个例子呢，是我们生活当中很普通很普通我们能够想象的。所以这个就是圣经的写作过程呢，如果背后没有上帝的存在，没有这个背后的掌控和这个设计者，那这本圣经呢是写不成首尾呼应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活1500年，也没有这个人能够预知到未来是怎么样的。所以前面预言后面应验的这样的一本圣经，给我们看见呢，圣经的主题呢是非常奇妙的。圣经的主题呢，我常常会问大家就是用一个字来概括呢，很多人用他们的想象呢，就是不同的字来表达。其实呢，圣经的主题很准确的来说呢，就可以概括用一个字来表达呢，就是约字。这个新约跟旧约，这个约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都了解什么是约。这个我们如果签了字，这个约合约如果违背了，那我们是要付代价的。所以这个是什么样一个约呢？这个圣经从头至尾就讲这一个主题，虽然横跨了1500年，而有这么多人，这么多的作者来写，可是呢，他们就是写的一个主题，就是约。什么样的约呢？这个约呢，用一个汉字来表达呢，你看这个反写的来字呢，就是圣经表达这个约的一个具体内容。那什么样的约呢？就是上帝来拯救你我，拯救我们人的一个约。那这个十字架呢，是贯穿整本圣经的。那我们这个看见教会有十字架，看见医院有很多，在中国的医院都是红色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呢，就是耶稣基督用来拯救你我的一个方式，他为我们人类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所以十字架在原来是很羞辱的一个符号，可是在如今有许多的女孩子戴项链都戴在脖子上。但是在那个年代，这个十字架是一个惩罚罪人的一个最羞辱的一个符号。那这个圣经呢，这个约用这个来字呢来表达呢，就是一个十字架，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个人，那个三个人在这个十字架的底下。那十字架贯穿这本圣经。那这个左边这个人代表什么呢？这个就是旧约的一个内容。那旧约是讲什么呢？就是预言一个人要来。所以在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钉十字架之前，我们叫做旧约，也就是今天的公元前。那我们今天呢是2020年是怎么来的呢？是从耶稣降生这个为一个分界点。就之前呢叫做旧约，就是公元前。那耶稣来之后呢就是公元后。那这个十字架右边这个人呢，就是旧约预言的这个人要来拯救我们的这个人叫做耶稣。所以他在童女玛利亚的怀中这个怀孕生子，童女玛利亚怀孕，这个是在旧约从创世纪就开始预言。所以旧约预言他要来，那新约呢他已经来了。所以呢四福音书里面就是在讲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做了什么，然后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呢复活升天。这个是新约的一个内容，就是旧约的内容呢应验在新约。那底下呢还有一个大的人，这个大的人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个第三个部分，就是启示录。那这个启示录呢就是又是预言耶稣基督呢他还要再来。再来的时候呢他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不再存在了。那么耶稣基督的这个所创作的所创造的这个新的世界就叫做新天新地。那这个新天新地来的时候，如果你我没有得救，没有接受这个救恩的人，那我们就永远与神隔绝了。然后里面有一个大审判是对不信的人，那么这个是永永远远与神隔绝，那个是非常惨痛的，那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最悲哀的一个日子。
那所以我们呢，这个约字很重要，就是这个圣经的主题通篇都在讲我们人，每一个人类啊，每一个人，这个整个的人类呢，是需要被救赎的这样的一个约。用这个来字就可以表达全本圣经的一个内容，所以用一个字概括圣经的内容，你说多奇妙吗？前面预言，后面应验，就像做那个桌子一样。所以呢，我们讲到这个这本圣经的一个来历，一个简单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可以思想人的智慧是写不出来这本圣经的。刚才我们用那个桌子的那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怎么样这个在生活当中的这个例子可以思想到这本圣经用人的智慧是写不出来的。所以前面预言，后面应验这个现在唯一一个预言还没有应验的，就是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再来之前，圣经里面给我们讲了很多的迹象，就是今天这些疫情啊，这些病毒啊，这些灾难呢，都是预表着耶稣基督要来之前的一些的记号。所以他要来这个预言呢必定要实现，但是在这个预言实现之前，给我们你我的机会能够接受这个救赎。这就是今天我们真理探索的这个课程这个系列我们开始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就要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约是什么，先从神存在的这个明证开始这个就是圣经的一个来历让我们特别清晰的能够知道旧约预言一个人要来。那四福音新约这个人已经来了，启示录预言这个人还要再来。那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人生的一个奥秘。所以圣经呢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这个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就讲到了，上帝用这本圣经就揭开了我们人生的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一些的奥秘，包括我们的遇见的苦难，包括我们人应该怎么样生活。所以圣经呢是人生的一本说明书告诉我们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那什么是这个默示呢？这本圣经是透过这么多人来写成的，那么上帝来默示这些人来写透过他们的真实的经历，他们写完放在那边，最后神把它合成了一本书。那这个默示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一个开启的意思，就像这个一个盒子。那我们从图片上面看，这盒子里面装的什么呢？我们不清楚就像我们人生很多的奥秘，我们为什么遇见这么多的困难呢？我们人生当中遇见所有的这些事情，有些东西是我们不太理解不能够明白的。所以我们要查经，我们要学习圣经里面到底这个像盒子一样里面盖着的这个人生的奥秘要被我们开启，要打开所以圣经就把人生的奥秘呢给我们打开了，就看见这个盒子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那我们这个圣经里面罗马书里面呢就跟我们非常清楚的来表达了上帝的存在呢是无可推诿的一个事实。那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哈，罗马书第一章18-20节这个是保罗所写的。保罗他是今天我们一个知识分子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他是理性思维的一个方式，所以他用三个方面来表达上帝的存在这个事实呢是无可推诿的。那第一节这个18节这一段呢给我们看见呢，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这里面给我们所分析的呢就是这个神存在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报应的一个观念，神的愤怒要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这个对人不义呢是因为对上帝不敬虔，所以是连续的不虔不义的人。所以这一些人有一天我们所犯的罪好像人看不到，但是上帝
他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呢，他就会醒法。所以我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报应的观念。那这个十九节呢，里面说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那这一个呢，怎么样表达神存在的一个证明呢？就是许多的宗教的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就是讲明了我们心里面呢，这个原来就是潜能的，就是潜在的一个意识，都有一个穷则乎天，都有一个天的观念。所以很多人都在说人在做天在看，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潜意识里面知道上帝是存在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所以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宗教。那第三个方面呢，这二十节里面说呢，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个是借着这个世界的产生，星球啊，这个地球啊，这个四季啊，很多很多的造物主的所做的这个作为，我们看不见它存在，但是我们看见它的作为，看见它的创造。所以呢，我们呢，就是可以知道这个很多例子。那么这个我们很多时候哈，就是从这个罗马书第一章18-20节这里面呢，我们就看见呢，首先是一个上帝给我们启示的一个观念，然后呢，这个报应的观念，然后是宗教的观念。我们这个这一段经文里面呢，给我们很清楚的这个三节的经文，18、19、20，这给我们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来证明神的存在。那我们在仔细的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很多人说我看不见神，如果让我知道他的存在，让我先看见他，这个我们的这个思维方式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小了，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呀，就是这么一点点。神是超越宇宙万物的，是一个无限的，所以我们有限的眼睛没有办法看见它，但是看不到不等于不存在。所以当你看那桌子上的一个摆设，但是你看不见背后这个摆这个一盆花的人，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教室，我们就看见一个桌子，但是你看不见谁把这个桌子做好，你也没有看见是谁把这个桌子放在这里。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装饰这个教室的时候呢，我们的童工就会摆一束的花放在那个桌子上，但是你没有看见是谁放这盆的花。所以你看见桌子上的摆设，但是你看不见背后摆设的人，但是看不见呢，不等于不存在。就如同这个电灯一样，你看那灯亮了，但是你看不见电流。所以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我们看不见的事情，但是看不见呢，不等于不存在。包括我们人的这份爱，爱你看不到，但是你可以感受到，那你也看不见爱有多重，它是不是这个物质的一个物体，是不是的。所以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那借着所造之物呢，就可以让我们知道神的存在是无可推诿的。那包括这个四季的变化非常的奇妙，有规律，春夏秋冬，你们看见这个树冬天的时候就枯萎，到春天谁也挡不住，它就会变绿，就会开花。然后这个春去冬来，这个四季的这个变化是没有人能够想明白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四季的变化，借着这个造物，这个看得见的这个世界的这些变化，你就看见背后一定有一个造物主的。那这个手表的一个设计，那今天的时间从哪来呢？这个手表和时间的设计者，我们看见手表，但是时间是谁设计呢？春夏秋冬谁在掌管呢？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思想的，就是
借着所造之物，你可以让我们知道神他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你透过这个人体，奇妙的人体，你缺哪一个部位，你的身体都会有问题。所以上帝创造这个身体非常非常奇妙。这个脑血管啊，有人计算过，解剖学家有一个数字就是非常非常精密的这个脑血管。可是加起来呢，这脑血管有多长呢？就在我们一个这么有限的一个小小头里面，小的人的脑的里面，那个血管呢，加起来，大家猜一猜有多长呢？就是和赤道绕地球赤道一周的那么长，非常非常精密。所以这上帝的创造太奇妙了。那这个里面呢，给我们看见牛顿和他的地球仪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的。那这个一个无神论的朋友进到这个牛顿的房间，看见牛顿呢做了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地球仪。那朋友呢第一个反应就是，哇，这个地球仪做的太精美了，是谁做的呢？那牛顿呢就为了启发他呢，就告诉他说，没有人做，自然而然就形成了。那这个朋友说，不可能，这么精密的一个地球仪怎么能自然而然的形成呢？那这个故事是非常一个著名的这个牛顿的一个见证。那牛顿是科学家，他非常的敬虔的一个基督徒。那这个牛顿的一个回答呢，就启发到他的朋友。牛顿说，这样的一个人手所做的一个地球仪这么精密，你都说一定有人设计，一定有人做，但为什么你说这个那么大的一个宇宙，那么奇妙，这个地球你说是自然而然的呢？其实这是我们很多人的失去理性的一个说法。所以我很多时候，我们无神论的朋友就是说，这个自然界，这个世界，你看起来很美，但是他说是这是自然，所以他们会敬拜自然。那从牛顿的这个地球仪当中，这个故事就已经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神的存在是无可推诿的。那么这个我们人呢，在探索的路上呢，我们有许多的理性的思维，也有一些感性的思维。那上帝呢，是借着他的话语呢，造了这个世界，但是也同样的呢，用这个圣经，用他的话语来开启我们。所以当我们寻找的，一定会寻见的。这个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寻求的，他必给我们看见他存在的一个无可推诿的一个事实。那诗篇90篇第十节呢，有一节经文呢，也是让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呢没有办法用人的智慧所写成的。这个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呢是70岁，若是强壮呢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呢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那这里面讲到的呢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呢可到80岁。今天我们人的平均的寿数啊，基本上就是70岁80岁，活到100岁的人是很少的，是不多的。但是诗篇90篇的作者呢是摩西。摩西他自己活了120岁，在那个年代，那个平均的寿数呢不应该是70岁80岁。为什么我们说圣经是背后这位神的一个默示呢？就是如果让摩西用他的这个短视的眼光来写的时候，这本书呢要每一年每一个世代都要改版，就像很多小说常常要改版的。但是这一本圣经定了之后，现在我们所读的圣经启示录里面说呢，再不能够添加，再不能够减少。这本启示，这本书希望让我们人了解的全部都写清楚了。
那所以这个不需要改版。那可是如果按照人的智慧呢，70岁80岁啊，这个摩西他不可能写出这样的啊这个一个数字。那因为圣经是给我们现代的人，现在的人还要看的，所以给后来的人，那个年代虽然摩西他不太知道70岁80岁，可是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这是神在他的心里面漠视他，让他知道我们今天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70岁80岁的一个平均的寿数。所以这本圣经非常的奇妙。那这本这个圣经呢，就告诉我们它的存在是无可推诿的啊，我们人生应该怎么样生活，所有的人生的智慧，圣经里面说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当你要寻求智慧，如果你不懂圣经，我们人有的是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我们要有人生的那种真的智慧呢，是站在上帝的角度来看世间所有的一切，所以站在圣经的角度，你才能够明白这个人生应该怎么样度过。那所以这个神的存在的明证呢，我们就简短的呢，这个从头至尾，从圣经的写作过程和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的三个证明啊，就让我们知道神的存在是无可推诿的。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朋友说我是无神论，当你说我是无神论的时候，已经证明了一个事实，就是神的存在无可推诿，你才说无神论。如果没有，你根本就不会有。为什么今天很多的这个那么多的宗教呢？其实就是我常跟大家这个举一个例子啊，就像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今天我看见了一个人非常像走在街上呢，我从背影上面看。哎，这个人是我熟悉的，所以我的不由自主的就从口里面呼喊这个人的名字。但是呢，这个人转过头来让我一看呢，哎呀，认错了，不好意思，抱歉，我认错了，喊错了。但是这个本身证明一件事情，这个人是存在的。所以无神论的朋友呢，你们要知道，就是当你说无神论的时候，其实有一个事实就是。这么多的宗教，很多人说这么多的宗教怎么知道哪一个是神呢？但是我们这本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位神是谁，他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课程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位神是怎么样的，我们人生为什么需要他，而且我们怎么样能够跟神恢复这个关系。这一系列的课程呢，就是帮助我们一步一步深入，让我们的真理呢有根有基啊，不是迷信，我们要清清楚楚的了解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啊。所以就是这么多的宗教就证明，虽然错了，喊错了人啊，喊错了神，但是这位神的存在是无可推诿的啊。这个是这个今天我们可以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呢，用这些的思考，用这些的一个思路来帮助大家能够明白无神论证明有神圣经的写作过程证明神的存在，还有保罗在罗马书里面那三个方面，这个借着所造之物，借着人心本能的这种神的这种观念，这种概念，就让我们知道神的存在是无可推诿的。所以呢，我们接下去的时间呢我们就是答疑的时间，但是我们为着上面所分享的我们来祷告。我们需要能够用心灵的眼睛来看见，所以路加福音18章41节里面就是那个瞎子他的呼喊，就是主啊，我要能看见。这也是今天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从心灵里面看见这位神的存在是无可推诿的。我们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给我们人有理性，我们可以思考。主，我们就愿主你自己来怜悯，愿主自己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心灵里面的眼睛打开，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真实的一个存在，一个客观的存在从
这个人体的创造，从这个世界的创造，从所有的一切都看见你的存在是无可推诿的。愿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你。谢谢主带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答疑的时间，我们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怜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可以就神的存在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来思想，来回答，不用客气哈，就是上面的那些的牛顿是不是基督徒？是的，是的，是的。还有信天主教的人会不会进天堂？不管是天主教、基督教还是宗教，这些宗教的人呢，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误解呢，就是我们说我们信教了，我们入教了，这本身呢，其实就是一个概念的模糊。我们不是信一个宗教，我们也不是基督教徒，我们也不是信基督教，我们信的是基督教里面所讲的这一位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信耶稣的人啊。所以你说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好的，就是天主教的人他们信不信，就是当一个人真正信了，不管他是什么宗教徒如果有一天真正明白了回转了，那么他就是基督徒，不是基督教徒。所以这个宗教不能够改变人，宗教里面这个基督教里面所讲的，因为耶稣基督这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源头，那他给我们生命，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一个有活泼生命的，有真实的一个新生命的人，所以这个叫做基督徒啊。好，我们下面就是大家可以分享你们的问题。这个其实神创造啊，我们非常奇妙就是你看这个我们的眉毛、眼睛眼睫毛还有头发，这个都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人体上面的一个这个我们常常会忽略的。眉毛、头发这么近，眉毛不长的，头发一直在长，一直要剪。眉毛如果像头发一直在长，眉毛就要老去，我们需要理发，但是我们不需要理眉毛。这是上帝很奇妙的，每一个身体里面的五官啊，各个方面非常奇妙。如果哪一个部位不舒服，我们都会这整个人都受影响。我想问一个问题。好，声音可以大一点哈，声音大一点。好，美国是基督教立基督教的国家，但是我觉得他现在是全世界最邪恶的国家，这个话对不对？那个是我没有听得特别清楚。你说这个基督教的国家是什么？我就说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但是他现在我感觉他的所作所为是全世界最邪恶、最背离上帝的国家。明白了这个问题了。这是在我们一系列的课程里面呢，都会要分享这些。就是说一个以基督立国的国家现在都在走下坡，这个是在圣经里面也预言的，就是到末世的时候呀，这个人心越来越坏。所以呢，以基督立国的国家，在他的所作所为不代表基督的作为。所以呢，我们是信上礼拜我们所讲的那个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信那特朗普是基督徒吗？特朗普是基督徒吗？很多人呢，我们问他是基督徒吗，我们只能这个就是从他的说是基督徒，比方说刚才说牛顿是不是基督徒，牛顿是基督徒，这历史的记载和他的所分享的就表明他的一个信仰。那很多时候呢，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
或者某某人是不是基督徒，其实我们都没有把握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那如果你问这个伟川师母是不是基督徒，那我可以回答我是基督徒，因为我自己清楚我自己接受的是什么。那有一些你问别人某某人是不是基督徒，我只能如果我了解的话我会说他是的，但如果不了解呢，我只能说呢或许是或许是。那他干的事像吗？像基督徒干的事？对，那基督徒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把基督徒呢讲成了一个完美的一个人。所以上礼拜我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信谁？如果我们信耶稣基督，不是信基督徒的话，那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呢，是要了解耶稣基督他问题。那他看圣经，那他看圣经吗？去不去教会？他去不去教会和看圣经？啊，你说他呀，他是不是去教会看圣经？那我就不了解了。哦，啊，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啊，所以刚才我就是说，我们信谁呢？我们要把耶稣基督弄清楚。这个是至关重要的。那每一个人呢，都是不完美的。那即使信了主了，那他有很多很多生命里面有一个破碎的问题，有个缺陷，每个人都有一个缺陷。所以我们后面的课程呢，有一课是讲这个救恩的三个阶段。当一个人信了之后，他只是在身份上被神救赎了，但是不代表他就已经完美了。他在一生当中，神要不断的来对付他，改变他。然后第三个阶段呢是救赎，得赎。那么这个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完成了，我们回天家了，那个才完美了。在地上没有人是完美的，这个阶段你看他很好，过一个阶段人就变了，人是很容易变的。所以我们人是一个罪人嘛，所以我们信的不是基督徒，我们信的是基督，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本身。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存在，那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下一堂课我们讲我们人生为什么一定要需要信这位神，然后再接下去呢，就讲这位神到底为什么是耶稣基督。一步一步来，我们的真理的根基呢，就如同盖房子，一步一步的先打地基，然后往上盖一层盖一层，那个是很坚实的，不然我们上面盖很多都是突然的一下子就倒塌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一课呢非常重要，就是一个最基础的神的存在的一个从理性上思维我们去看的。那圣经诗篇里面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啊，还有在天堂你能不能问上帝，不知再说一遍没听清楚，因为在天堂你能不能问上帝就不了解的事儿。哦，我们进到天堂了以后呢，你所有的疑问就都面对面没有了。在地上因为我们要探索，所以我们才要问许多的问题。圣经里面说呢，我们在地上呢认识神呢，就其实就是一个过程，一个影儿。可是到那一天呢，我们就面对面见神。现在呢如同我们照镜子，那所以就是到天上的时候，面对面见神的时候，你就很多疑问都没有了，明白了。现在我们有许多的问题啊。是吗？是吗？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神创造天地万物就足以证明确实有神的存在，这是可以不可推诿的，这个是完全明确的。但是有这个两个概念，我想一个那个情况，比如我是基督徒，我不是基督教徒，这个应该是这么提法，我是基督徒，但我信的是基督，不是基督教，是应该是这样的提法。再有就是说哈，那么基督教本身，基督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不可推诿的，但是基督教本身是不是也是存在的呀？是的，是的，这个宗教都是存在的，基督教。因为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个观念，包括这个很多的派别啊，很多的重点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所信的呢是耶稣基督。
那因为基督教里面讲了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称它为基督教，但是宗教里面呢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就是对吧，有佛教有道教哈，他们都是各有他们的信，比如信释迦牟尼，但是作为我们基督教的话，这是整个一个大的概论呢，整个大的一个说法啊，还是就现在方才我就是这个呢，说我们应该提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信基督，但是作为基督教我们怎么做这个解释？哦，明白，基督教里面其实很复杂的啊，你里面有各种的派别嘛，那总归为啊，宗教的里面有这个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这是三大宗教嘛。那这个宗教里面所讲的很多是他们的，就是在寻找神的，然后创造了一个宗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我喊错了。那基督教里面呢，至少他认识这个承认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那所以这个基督教就是用以圣经为基础然后创立的，我们也叫做这个宗教。但是我们所信的呢不是宗教里面的这些的概念，是基督教里面所讲的耶稣基督。那么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的基础我们的根基呢是回到圣经，圣经怎么讲不是基督教里面怎么讲这个是一个概念，就是真理呢是圣经而不是宗教。基督教啊，基督教不就是有基督我们的主才是有了基督教吗？这没能明白。嗯，是的，就是所以我们叫做基督教嘛，但是我们不是信的基督教，我们不是基督教徒，不是这个宗教的规条宗教的礼仪，是我们有一个跟耶稣基督连接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信耶稣基督跟随他的门徒。那么这个宗教徒呢，我们是叫做这个信徒啊，各个宗教都有信徒，那这个信徒呢 是遵守这个宗教他的一些的礼仪。天主教天主教看圣经吗？也看圣经啊，但是圣经里面它有另外的一个部分，跟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所看的这本圣经呢，它是有另外的一个部分，所以是当初还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它有什么区别？没听清，再说大点声。天主教和基督教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呢，把基督教和天主教分开了嘛？为什么呢？因为天主教它所强调呢很多人的部分，就是圣母玛利亚的部分。这个童女玛利亚是神借着童女把耶稣基督生下来，所以在天主教里面呢，就是强调了那个人的部分，强调了圣母。所以你看天主堂里面呢，其实都是在有圣母的这个雕像。那么就有一些人为的一些的规定啊。那么这个回答他们啊，你说天主教是不是他们感觉，玛尼亚比耶稣重要？是的，是的，所以就很多人为的一些的规条啊，不是啊。师傅，我想就是是不是能这样理解，关于刚才那个姊妹说的这个宗教和这个为什么咱们这个不是，我觉得咱们这个不能称为一个宗教，应该是信仰。是。对，因为什么呢，也是生命。因为这个如果你是宗教的话呢，它就是拜一个神，拜这个东西呢你就。那是就是说你人为造出来的，但是我们这个神呢是从始就开始有的，它是这个开始的也是最末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把它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就把它虽然是它是这个教职是这个称法，在英文来说它就是一个那个它就是一个这个，可能我们翻译的时候翻译成这个基督教，我们可能就混淆它为一个基督
宗教啊，是这个教那个教，实际上它是有区别的，它并不是一个宗教，是让我们是的是的，不是一个组织，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人的给我们新的一个生命。因为当神创造我们这个人的时候，那么他给了我们这个富有的，就是给我们这条生命。但是由于这个我们的祖先这个夏娃和亚当呢犯了罪，所以使我们就是这个变成了这个有罪的人。那么现在就是耶稣回来又回来了，把我们从这个罪里边赦免了，让我们和神连接了，那么让我们又回到我们这个天父的国里边了。所以我们并不是一个宗教，而是我们的信仰，而是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是的，是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很多人很误解，就是我入教了，我要按照我的教义如何如何，其实这是一个生命啊，就是这不单单是一个宗教的一个规条啊，这不是一个宗教，这是一个我们跟耶稣基督连接的一个生命。什么是基督徒呢？就是我们以后会讲，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个义人的义字，上面一个羊，底下一个我，这个耶稣基督羔羊的生命在我身上，我变成一个义人，因信称义。那所以我们就是基督徒，不是基督教徒，不是入教，也不是入了一个组织，是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然后我们进入到一个有形的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大家庭里面，然后我们一起同走天路，然后是肢体的一个关系，是左右手的一个关系，这成为一家人，就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所以这个不是入教，不是入一个组织，不是以前我们的认为的这个很多的这些宗教徒，所以很多的说法基督教徒这个不准确的，所以我们叫做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是跟随耶稣的一群人组成的一个神的家叫做教会。对，那么基督教这个概念，就是这一个名词还存在不存在？现在世界上面这些宗教的名词都是一个存在的，都是客观的，它也是一个基督教但是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我们不是信基督教，我们是信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圣经里面讲的耶稣基督他的末世，我们是根据圣经。伊斯兰教是什么意思？伊斯兰教他们是相信的他们的那个教主，每一个宗教他都有一个教主，他们相信他们的教主，我们呢相信的是天地的主宰，不是一个宗教的教主。那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派别有一些呢偏颇，但是我们回到圣经，我们不是信基督教，所以这个概念呢我们要清楚，就是上帝的存在。今天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无神论这个问题。那很多人不承认上帝的存在，不承认神的存在的时候呢各种的宗教都不能够帮助他，所以很多人以为宗教能够改变什么，宗教改变不了，宗教是一个道理，道理改变不了人，是一个生命。那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到一个人的心中，生命里面，他的生命才会叫做有苗不愁长啊，就像一个小 baby 小婴儿出生了，不断的喂养吃奶吃干粮，慢慢他长大。意思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成长。我觉得吧，基督教这个词啊，是因为咱们的词汇的有限性，所以借助了这个教字。是，实际上它和其他的教根本一点都不关，因为这是地上的事情。基督教一加了教是地上的事情，基督呢是天上的事情，是神国里边的事情，所以这一个判若云泥嘛，这个根本是两码事儿。所以现在用了基督教以后，又说伊斯兰教什么的，这里边就有点混。但是我觉得，就因为没有一个更好的词，一更好的字来能够表述，是，我们人的语言是有限的啊。刚才有谁要问？师母，好，我说一下我的一些理解，看好的是不是啊？好，
我觉得基督教只是一个外行和外，就是教会外边的人，把为了区分一个宗教，他打一个包，就是世界上有三大宗教，有犹太教，有伊斯兰教，有基督教。那中国有五大宗教，他只是把我们基督信仰归类在宗教里面，是一个外人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教会，对所有跟随基督的一个称呼，一个归类。其实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不是宗教，我们是信仰，是有生命的信仰。是，没错。是，这准确。是的，这个就是一个生命，所以叫做基督徒啊，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说基督教信仰，其实我每次如果帮别人在修改一些文章的时候，我就把那个教去除，我叫基督信仰。我们是基督信仰，我们不是基督教信仰，就是一个区分，是一个生命，有活泼的一个生命，不是一个宗教徒，我不是一个恪守这个宗教的一个规则的一个教义的，我们是一个活泼的生命，把耶稣基督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连在一起，然后活出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叫做基督徒，这样的一个人，一个有又真又活的这位神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啊，这个才叫做天人合一。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天人合一，其实是耶稣基督这个生命跟我们人的生命连接，然后我们变成基督徒。所以圣经就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就是知道圣经怎么写成的。今天我们要特别的要思想这个问题，圣经的写作过程证明神的存在。那然后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的三个方面的一个论证，那么然后还有就是今天这么多的宗教的存在其实是证明神的存在，只是我们要探讨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是谁。我们接下去的课程呢叫一步一步的深入，下一次呢我们要讲人生为什么需要神，如果没有神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人生必须需要神，可是这个原因在圣经里面，这个理由是什么，这个根据是什么，我们来分享啊，这个下一堂课的内容。那尽量大家呢可以就是把这十二课这个把它深入的思想，然后我们下一次呢就不在主日这个时间了，因为想到我们国内的这些同胞啊，国内的很多朋友都需要，那所以我们就改成下个周五晚上，温哥华的时间呢是7点到8点，那国内的时间呢是周六早上10点到11点，这个时间呢我们跟国内的朋友交流，他们觉得这个时间更合适，所以我们就下一次我们主日早上的这个时间呢就没有了，然后我们下个周五大家记着点这个时间哈，也可以邀请我们的国内的同胞，国内的家人一起来探索，因为这个真理的探索是非常必要的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然后我们为这个祷告，也盼望这个线上的弟兄姐妹呢可以为这个课程，为国内的朋友，为我们在温哥华这个自由的环境里面可以自由来探索的这些朋友们祷告，希望邀请他们能够一起的被祝福哈。好，那我们今天还有一分钟，我们就到时间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关于今天所讲的这个神的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吗？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就结束。还有吗？如果要分享了就把麦克打开哈。我有一个问题，好，然后就是我现在呢是不断的靠近主，然后就是不断的进，然后我是相信世界上有神的存在，然后也非常的相信因为我们是一个生物嘛，然后
们确实也特别的渺，是不是可能是我们就好像瞎子窥象一样，就是我们只是窥到了一部分。然后我觉得就是教义里面包括圣经里面他写的很多的东西都是特别对哦，那是不是就是可能是说这个大部分的真理就是属于这个基督教他那个探索的这个真理的部分是比较全的，稍微比较全面的，所以就是特别让人信服的。那我想说，因为好多宗教他们其实有一些东西不通的，然后但是有一些人为的，就比如说区分或者是战争或者是人为靠他们的阶级的或者是他们其他的教育的不同，我觉得是不是说其他的他们就是这个神是唯一的一个神，但是不同的宗教是他们是不同种类的人去窥探这个东西的时候是窥探不同的部分，所以他们部分的得到了真理，然后也部分的因为人为的各种私欲和不完美的掺杂，然后到了一些其他的不完整的东西，所以就是混合成了宗教呢，就是可能我就是稍微有这么一个疑问吧。嗯，明白。那问题就是说这个各个宗教它可能是瞎子摸象，然后摸到一部分，所以呢这个思考呢，这个疑惑是很正常的。那我们接下去的十二课呢，都会慢慢的你会越来越明白，就是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位神是他自己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所以不需要我们瞎子摸象，他已经把整个的神的启示都告诉我们了。所以神来寻找我们，我们人很有限，所以我们创造了很多的这个宗教用我们刚才说瞎子摸象这个比喻是很好的，我们人不能够完全的认识神，所以神要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就像一个孤儿找父母那是很难的，但是父母找这个孩子是很容易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宗教它有一些的道理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哎很好，但是它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圣经是上帝写给你我人类的一本书信告诉我们交代给我们，就刚才我用的那个盒子，就是我们很多的奥秘很多不明白很多瞎子摸象的地方，但是它打开了把盒子里面所有的奥秘跟我们打开了，告诉我们到底它是怎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接受它，然后我们人应该怎么生活，都在圣经里面。圣经是唯一的一本我们信仰的一个这个根据，一个真理的一个依据所以这个我们慢慢来有这样的困惑疑惑朋友哈，都是很正常的，我们慢慢来不要心急我们慢慢的思想。我们今天呢就把这样的一个神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先自己恪守在心里面然后弟兄姐妹呢也可以呢跟朋友们分享的时候呢也用这样的一个思路呢来去继续的很深入的一个探讨，来帮助我们无神论的朋友能够思想。其实无神论本身也是一个宗教，就是这个宗教是人寻找神，那么这我们所信的基督的信仰呢是上帝完全的向我们启示，所以这是两个路向那我们相信还有很多朋友有许多的疑问，我们接下去的课程我们下个周五哈，我们继续探讨大家呢也可以预备这些问题，我们随时在课上面我们来讨论哈。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结束在这里愿神祝福每一位。那我有一个最终结束的祷告，为每一个人祷告然后我们就结束。好，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么多的朋友在寻求你，你说寻找的必寻见，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心里面的眼睛刚刚所有的朋友的疑问，主你都知道他们心里面的困惑，你认识每一个人，主我们人的话很有限，我们的课程也有限我们的时间是更有限，但是主你自己的工作是无限的，你要帮助这些朋友们真正的了解你，认识你，我们扎根在圣经里面，你给我们的书信里面，你给我们的这一封爱的书信，人生的说明书
求你特别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接下去下午的查经还有敬拜，就我们都全然的仰望你，你是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求你保守在线上的这些朋友们心中的疑问继续的在生活当中来回应他们的问题。谢谢主带领我们的时间与每一个人的心说话，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